我有一次参加那个 F 4的那个朱孝天的婚礼哦，我们就是其他三个都是伴郎。新娘走出来，我先哭了。我旁边那个人就推我说：“你干嘛？又不是你结婚。”我们现场也来一点这种 catch moment 时刻，好不好？来，也把这个就是甜蜜让它升温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逸晨跟旭哥来一个，好不好？袁湘琴和道明寺。这种活久见。你会跳什么舞？我也不会跳。我觉得好像回到拍戏啊。旭哥，你穿这衣服好帅啊！真的，他刚拿黑板书这样前倾了一下，然后刚好我在这个角度，我都看见了，一览无遗啊，那个弧度。